澳门转型得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。2018年，港珠澳大桥，这条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开通运行，将澳门与珠海、香港连接起来。融入粤港澳大湾区，澳门的发展获得更多空间。如今，澳门正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，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，并成为中华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。